然后我问那个厂长，说中不中？
他去宏观又翻了一遍，他去什么都找了。谢谢谢谢，真的。好，我要做一件很残酷的事情。好了好了，谢谢。这个怎么办？我先带了，好，那我先带。对啊，这念不完耶。那我先带了。好，本来就不想念。谢谢。我就会往手的皱纹上面拍进去算了。还要帮你美肤，看到一百。换你了。椰子皮。椰子皮。我在自我介绍啊。要是模糊，还要发文。我还要动态。对，我是 TK 猫灵的小粉丝。哇！你什么？首单？首单。还两个。天哪！哦，这次的计划也是我主办的。耶！辛苦了，主办。是我希望把大家都请过来。成功让我第一次哭出来。然后我也有礼要送给 Molly。我以为首灯要送给 Molly。首灯，然后自己上场会这样子。哇，这什么？这个可以盖章，开章，开章。好，我哎，我查了蜜果。哦，这一岁，一岁，一岁，马上摔下来。预设，我都还没有。哦。正面朝上，对，而且蛮像古堡。哈？为什么？这是蝶子吗？哇！哇！哇！这是我爱耶！我靠，厉害啊！哇！哇！好猛！哇！超强的！我的手扭到。哇！谢谢。这个比特玉白菜还要有价。不用管。祝女王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然后我也有。你在笑什么？你在笑什么？你在讲吗？没有等一下，大家知道。他很奇怪，好奇怪。一个上车。这是卡片吗？不要不要！这个是真的，真的跳过，跳过，跳过，车子很高很高，那么秀气。就这个是。我在抖音上看到那个。那个。我的翅膀，对对对，翅膀。它是那个充电的时候把翅膀打开的。对对。耶！它是蓝色还是红色？白色。白色。等一下，这个白色。它有两个啊，它有两个。一个是白蓝，一个是粉。看外面，是吗？它是白的，白的。哦。哦，有。耶！谢谢。海。海。不是海哥吗？我都其实都可以的。今天很高兴能够认识大家，谢谢大家第一次见面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斌。然后也是很开心，然后可以来到猫灵的。然后我当初认识猫灵的时候是在。他第一句粤语是不是很大声？第一句。就是在那个我们的直播里面，就是，那个影片的内容是，看到某某对，就是欺负他，对欺负他，对刚好就对看到那一段，然后就觉得特别有趣，然后就关注了，对，然后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我才认识猫人，然后打麻将。大家好，我是偷喜。然后呢，我是高雄人，所以比较少上来参加活动，但是还是有出现过几次啦。对。然后第一次看到猫灵是好像去年还前年吧，在那个阅读古堡店的表演。哦，唱歌。应该是很整齐的那场吗？不是，那场次。但是我有对蛮印象深刻的，就是表演很花枝乱展。花枝乱展，花枝乱展，花枝乱展，就是花枝乱展，花枝乱展。对啊，然后今天也有准备礼物。哇！哈哈哈比起来。花枝比较没那么有创意，花枝哇！哇！我要再爆裂的
要变身了，要变身吗？要变身那个，变身的时候直接照那个是裸体的耶。可是我会有圣光，圣光会有很奇怪的星星光芒。那就是闪光灯吗？我想这个彩妆品吗？还是彩妆品吗？彩妆品吗？它是好像粉卡，粉饼。我回家再打开再拍第二次。露娜那个镜头，好了，第二份。咖啡。每次拍立得写到四个字，都很想写前两个就好了。是你捏的吗？没有啦。哦，快点给我。谢谢月亮猫哎。哇！谢谢。那我原本是都是一直追踪牛牛，那牛牛加入 QTV 的时候，我在。认识了大家。你要猜吗？这边。好嘛，都怕有人会介意，有这么小心有啊？里面才是重点。这样讲就快了。所以是一套的吗？哎，怎么样？这是 promo 吗？啊啊啊！哎，对，不一样。那我住台南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其实我是台北人，那我同乡，同乡人。然后我跟Molly一样都是天秤座，因为我们才差一天。对，然后我是职业军人，在台南那边上班，辛苦啊。所以我很想来 KB， 可是看Molly， 但是。
很难。逃兵，因为都是礼拜三。逃兵。我们逃兵会继续上班了。对对。嘿。哇。一直很想念人家卡片，这是什么？没有，这维他命，那个发泡发泡锭啊，真的是米生用，好棒哦！大包养成一身，哈哈哈哈哈！大包锭，那个是个长辈耶，你超神呀，超棒的。哎，可是这个是甜的吗？对，它是红枣，蜂蜜红枣。哦，难怪这么重，我终于知道重量来自哪了。哇哇！他怎么拿回去？你胜亏。对，不一样。他怎么拿回去？那是怎么？其实全部礼物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哇，等下就叫命令叫 Uber 把东西都塞进去。没有礼物的话，没关系啦。没有，没错。我开车啊，所以说礼物可以帮你塞进去。哇哇，对，可以。我还没拆完，啊，好可爱。这个是其实上次 FF 的时候看到的，是鸡还是河豚？哦，河豚。这是鹦鹉 ，OK。对，那是鹦鹉。对，那是鹦鹉。我是皮卡丘。哎，皮卡丘。啊哦，这个没有立起来了，这是旋风。对，还有谁盖一半？到谁盖一半？这边，然后还有一个。还有啊。虎皮的哎，你的头像那只，对，从北门带回来。嗯，我没有点名的。赞，哎，你下次什么？没有，那个是如果你要送人，那个袋子。啊，好，这个先放旁边。好，好大哦。对，大天使。我们达成交易。你要先把它先放这边，叠起来，叠起来，对。然后毛毛，你要放上来。没有，等一下，你还没。欢迎欢迎欢迎！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咖喱，然后Curry，然后啊，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不好回忆，四角是在Curry，啊，Curry，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，我也忘记了，他叫Jerry，哦，好，我以为是Curry耶。好 carry 怎么了？他叫 Curry。不一样。还是变成 Curry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所以我好尴尬。我们大的英文音都不及格。这个很难念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见笑。对，我就刚刚。好，我的礼物还在飞，所以一直都。那我有先准备了一个东西，那结束过来给你。要结束了。因为要，反正要先冰啊。哦。所以不是结束之后开一台车然后送我们吗？没有。飞机可以。飞机。没有，然后。这是卡片哦，大家的卡片。你要一个人念吗？为什么？还蛮多的。你可以先念右下角。我在就是在找你。我很明显知道是谁的。今天没有来的。对啊，今天没有来的。没有来的。是没有来的。有一个没来。有一个没有来。哦。谁啊？在下面。在下面可以看。好，那我要代替牛牛说嘛。他说不可以没有戏啊。不然就尴尬。你找得到小黎的留言吗？这个白的嘛，他一定拿白的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跟你的？跟你的好了。对啊，为什么跟脸中美梦成真？不要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找到了，我就想说为什么我找不到他的名字，原来他根本就没有署名。谁呀？当然是我妹的啊。要公审他，不行，他在这边太没有存在感了，我要公审一下。他咖喱饭都快吃完了。反正等下就回去了吧。你要公审他？没有啦，就只念而已啦。Hello， 这次我是小小的神秘嘉宾，有没有吓到金叹号？难道美你一定没想到吧？哈哈哈！你可以不要这么放毒，放毒猫哎，放毒。那我来念牛牛的，亲爱的阿猫
生日快乐！惊叹号惊叹号！感谢你们平常教我这些智障跳舞，后面要念吗？念啊，没关系。如果明年还有 CM， 再麻烦你了，最爱你了。你觉得会退团了？就是一个大家都很想要退团的女团。好，那 OK OK， 那没关系，钱就不公审了。真的好可爱，早生贵子，太早了，没关系，那种已经生贵了，他们都还会来送你金手對、啊。等你生了，他们会送你小铃铛，小铃铛啊，小铃铛干嘛？抓周小朋友，尿布啊！哦，这首歌。我昨天才表演过，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才放进去的。好像发他们的歌都跟你有点关系。对啊，他们很爱你。有有有哦，这不是公审卡，是卡片。哦，谢谢。跟你没有什么话好说。哎，眼影盘是你会用的那种，红红的，红红的。你要现在涂吗？现在涂也太……哦，它这颜色很漂亮哎，很漂亮哎，尤其是酒红色，我觉得一定是超常用。它有一点小心机，有小心机，喜欢。耶！等一下，这个东西感觉好像是妈妈拿上来的。益生菌哦，这也是妈妈拿出来的。这盒啊，你送的东西在这里啊。你上次说你不太顺，这个也可以给小孩吃哎，你以后生小孩可以给他吃这个。都过期了吗？益生菌，这个才变真的什么哈？可是我吃火龙果喝牛奶就好。注意，本品含牛奶制品，那一定很顺。我乳糖不耐症，乳糖不耐症应该是爆拉吧？就我没有那么严重，因为我就是不信邪，我一直在喝牛奶，所以身体有点习惯。你爆拉的颜色跟小黎咖喱的颜色没有没有，里面还一款，超过分，谢谢，所以里面获得一些。问了一些不是生日礼物的东西。耶，太棒！对，真的是第一次，然后也是第一次办这个，然后第一次有可以跟这么多粉丝相处，然后真的是蛮开心的，真的很开心。对，我觉得可以纳入我最开心的生日的一次了，真的。不然以前就是去吃饭啊，这样对不对？你一定知道，吃个饭啊，不然就是被砸。我之前高中有一次，就是因为都是女生宿舍，然后所以大家都不会手软，然后我又比较开得起玩笑，所以他们就我就洗完澡出来之后，我直接被砸，然后有人就倒我可乐这样，然后就是砸我鸡蛋，然后我经过一个地方，他们就把所有洗洁剂混在一起，比如说牙膏、洗发精、洗衣精、沐浴乳，然后肥皂。对，然后那些东西全部混在水里面，从二楼倒下来，然后啪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安静了三秒，然后转过去跟他们说我要抱抱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冲，然后我就抱他，让他全身都是可乐之类的，就像这样。你们觉得我们人很好？有，对，所以对，然后我因为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，所以本来就是想说哦，我就是来跟大家玩玩，就是没想到可以这么开心。对，我真的是很意外，非常非常非常的意外，跟我想象的落差太大了，真的是太开心了，真的。而且我真的也没想到你们会来。Surprise！ 对啊 ，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然后对，就真的很谢谢大家，对，还有这次的礼物真的都非常的特别，真的很特别。尤其是那个模型，我真的是，我没有想到有人会把我捏出来，真的很厉害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今天来这边，我感谢到这边。